这个灯光好死亡啊！就，嗨，晚上好。太假了，开场就瘦了美女，太假了！我体重都没有变过，真的，一定是口袋这个瘦脸的美颜效果，让我看起来好像是瘦了。但这里的灯光也太死亡了吧！我的天，真的瘦了没有？尝试给自己打个光。是真的很死亡。我本来想开个直播，真的把我劝退了。好像这个光打了个没打一样。没有，我开了。你开呀。开了。嗯。哎，没开。你开了啥？说这个。可以吗？我还不是把 iPad 放在这里打，就是一定要在这儿补个光，一定要在这儿补个光。寂寞，哎，那个。太远了。拖过来啊！我给你整过来，这小桌子。是是。没事，我把它放我这个桌子上看看。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，我给你准备晚饭。耶。嘿。可以吗？试试。让我瞅瞅效果。嘿。好像有一点效果呀，可能要调一下，比如说把它调进去。主要是看自己不顺眼，好想化妆。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没有，因为今天太冷了，我都没有想到海口这么会降温，然后我都没有带什么衣服过来，真的是冷的不行。是的，穿的睡裤，暖和。谢谢神经刀选手送的暖暖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宛平南路到底是什么呀？谢谢你的小太阳，精神病院。难怪我前两天老看到有人说你是宛平南路出来的嘛，真的是，谢谢刘丽菲的气球小熊送的气球小熊，谢谢。嗯。你真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。上海的精神病院，好像每个地方都对他那个精神病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像达州也是有一家叫什么来着，我忘了。怎么这么说？我不知道。本来我跟你说海口这边可冷，可热了，这几天热到真的是，我每天我出门我都穿个短袖都热的不行。结果今天一下降温，我的天呐，我穿了没那么多，还好几乎都在室内，在室外的时候我真是冷哭了。宛平南路600号，嗯。什么玩意？是的，我在海口。对啊，就跟翻脸一样，那个天气一下就变了，真的是变得贼快。我已经在海口了，再还有个20几天就能回去了吧？我来这儿第一天我就已经在开始倒计时了，你们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延长一周？没说，没有。呸，赶紧把这话吞进去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就是。提前可以，延迟不行。
谢谢海豚海豚蓝心送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幺蛾子。你好帅，哪帅？我还在想明天多少度呢？我现在身边就一个大衣，幸好还没有寄回去，要是寄回去了，我就更完蛋了。谢谢小冷笑的气球小熊，谢谢。好想捏这个小熊呀！哼。回去还要准备好多东西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死亡，这就是死亡吧。小文今天不下班，小文今天正常的快乐上班。是不是这边都降温了？沿海城市都开始降温了，海南都降温了，可乐，可乐可乐了。我今天门儿都没出，因为太冷了，我就在房间里待着。嗯，我本来不是说这两天我还想说，因为酒店的 WiFi 实在是太垃圾了，我就想说要不要出门就找个地方蹭个 WiFi， 然后缓存一下视频。挺暖气了。嘴巴是舌头被咬了，还好。看一下我缓存的视频啊，竟然缓存好了，这儿的 WiFi 还可以，真的你还是可以缓存缓存的。我那个 4G 有点偏激，太真了。哎，缓存错了。还可以，我电视剧被缓存下来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 Ghostman 点的，谢谢 B 宝宝 B 宝宝送的暖暖，谢谢你小太阳。我今天好饱啊，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个早饭，然后中午回来煮了个玉米，是那种大的玉米，可难吃了那玉米，我在超市买的，失望，还不如我之前就是买的那些小玉米，真的可难吃了。我明明煮了很久了，但还是感觉夹生夹生的。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吃了一碗小馄饨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很饱。我现在就我刚刚吃了点什么，我准备吃点水果啊，但是还是好饱。我现在肚子好饱，一点都不饿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蓬莱加强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一周三斤的赌注还好吗？哎，我人年纪大了，新陈代谢也差了。看看吧，尽量吧，努努力吧。晚上好。海南的玉米肯定不太好吃，反正我在超市买的，我觉得很一般，真的很一般。我还不如买点芦笋呢，我有点想吃芦笋了。芦笋也好吃啊，水煮白菜、水煮芦笋都还不错，蘸点调料什么的。刚改完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蓬莱当爸爸了吗？芦笋穿烫好吃，穿烫什么意思？对，要蘸那种辣椒油啊，辣椒油很好吃，或者加点那个橄榄菜，穿烫好吧？我知道了。这两天还碰到什么事儿？我那天不是在飞机上嘛，我去上了厕所，我的位子在那个就是商务舱后面的第一排位子，然后我要上厕所，我要走到最后面上。上完厕所，我一回头，我就看到右手边一个跟我一样 iPad 尺寸的人，这是我第一次碰到，就是跟我一样就是 iPad 尺寸的人。你见这个尺寸。然后一路上又看到好多玩 Switch 的，又在那儿玩塞尔达的，还有玩其他这样那样的。信眼竟然没有到，他那个镜片要过两天才能到。我的舌头怎么感觉有点像，因为前两天被我
我把舌头咬了，我现在今天好多了，今天都已经比前两天好多了。前两天那说话真的是一说话就痛，今天还好都没那么痛了。没有啊，这是外面的膜，我外面有一层那个膜的，外面有一层膜的，不是它的屏幕，是外面的膜碎了，我没有换而已。对，后面放后面会很方便。好搞笑，笑死了。这平板是12.9的，以至于我现在发卷翘舌的音都很难发。早睡没怎么早睡，但早起是早起了，睡的还是挺多的，该报的我都报了，就看大家投了。睡觉梦到我干嘛啊，奇怪。零食算了吧，还是少吃点零食。因为现在我们一周三斤在努力中呢，还是吃点小玉米。我用小玉米减肥是最好使的，前提是我不少吃其他的东西，要控制住自己。我是你的同桌啊，那本同桌有干过什么奇怪的事儿？连这样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催腿粗师傅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催腿粗师傅。本来我就很难念，我本四川人嘛。哼，哼，我都好几天没喝可乐了，想念可乐。我前两天不是逛超市，我看到有那个迷你可乐卖，我都好心动，好想买啊。唉，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。你梦到你在跟我们一起跳公演全场那种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你在梦里跳完了全场公演吗？累吗？迷你就是这么小一个的，这么小一个迷你的。无糖的，你们以为无糖就没有糖了？都是骗局。康复训练是你怎么了？谢谢垃圾小明送的气球小熊，谢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说普通话的能力越来越差了，而且普通话越来越差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到底我以前说普通话都还没这么差的，现在的话就感觉不管是平翘舌还是 NL 就是前后鼻音，感觉还有就是呢了，就感觉越来越差，越来越退步了，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给你化妆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这个梦真的是奇奇怪怪啊、哦！真的呀，右脚韧带和脊椎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你这真的要注意一下，我的天！我上大学之前我的普通话都还挺好的，但是上大学之后我天天跟我朋友在那说川普，天天说川普，就本来普通话挺好的，然后川普说多了之后就感觉很差，就我的普通话变更差了。红鲤鱼绿鲤鱼女，然后再加上进团后大家在这边说的几乎都是广普那种，不是就是那种大家都懂。以至于我的普通话现在就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我甚至跟别人现在说话交流，正常交流都有点问题。我现在说话老结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真的，我最近老嘴瓢，还老结巴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就是普通话是我现在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巴，我也很想知道。我说话有点快吗？真的假的？
就有的时候说话比较快，然后就会容易嘴瓢。也没有在家待很久啊，在家也没有待多久呀。是我以前真的是个很慢的人，我干啥都慢，尤其是吃饭是最慢的。但现在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吃饭这么快，一天天的，真的很找很受不了自己这个吃饭的速度，就感觉，唉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练出，可能真的就是工作逼的吧，或者说其他。我普通话考了都，谢谢奥特曼不吃饭，要不然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奥特曼啊，呸，奥特曼，奥特曼好像真的不吃饭吧？奥特曼，所以他们是怎么火的？靠光吗？光合作用跟植物一样。对不起，充电啊？那它充电的能源是太阳能还是什么呢？还是要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电，还是等离子火化它？谢谢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送的夜点，谢谢，谢谢幺鹅掌。奥特曼现在是新能源产业吗？还是怎么？奥特曼也搞新能源吗？但奥特曼真的是每次都打个几分钟，然后就亮红灯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地球的某些东西限制了它的这个能量，所以它每次在地球上打了没几下，然后就红灯了。对，沙尘暴知道啊，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北京那边还是哪儿那个那边那个。那边那个沙尘暴嘛，就这么没钱好吧。前几天沙尘暴看他们说来来就是黄黄的一片，真的是。那你们回家，就北京的人回家的话，是不是全身感觉都是沙子呀？真的看着我看图都很吓人。一脸一头全是土。大家应该不去街上扫地吧？外太空有比能量守恒更高级的原理，只是现在人类还不理解。真的吗？好高级的。我应该把我的那个带过来，变声器。的那个，谢谢肘疼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就那个那天晚上我收到之后，我那天晚上我就很好奇，那盒子里是个啥，然后一拆，原来是个变声器，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那个变声器。我来模仿个奥特曼让你可以吗？我看了抖音那个很火的开箱是变声的，可火了。你们新活动啊？什么新活动？我最特喜欢的就是这个动作，特喜欢这个动作。我可以模仿奥特曼，真的假的？超话看看，拿 iPad 看看。奥特曼，我只会这个。雷米西西亚，你准备好笑了？什么东西？什
么玩意儿？你们在？那我来看看呢。百变叉八秀，拉拉肥的游戏语录模仿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刘亦菲，游戏黑话语录模仿秀，一。叫不是吧不是吧，二你他妈把我帽子卖了呀，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，四别别别走开走开走开，五我避过我避过，六我太稳了太稳了，今天就是稳健，七别挤我别挤我走开走开，没必要吧，大家挤一挤一起洗头一起洗头呀，九小红能不能有点团队精神啊，快跑快跑，刘丽菲游戏语录模仿到此结束，希望刘丽菲听到不要拉黑你的小可爱哦，结束吧，你普通话怎么那么不好，结束，你是被你被萧音杰传染了吗？我的天哪，笑喇了，怎么还有人模仿我的哈哈 哈, 哈？你这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，你这没模仿到精髓，你这精髓完全没有模仿到，就是你写那个口字。你就要是很随意的话，你这个很标准，你都是这样子画的，你要这样子画，然后你才能写出那个精髓的口字。你们让我看，我就点开看看啊，我就点开看看嘛。对，那个圈圈一点精髓都没有。就是，而且你每一笔写的太矜持了，真的，我都是这样写的，这样的的，懂吗？就那个横，你写的好标准，我都是这样的吗？看看我的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怎么还有吃草莓呀？吃饭了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怎么还卡了？好卡啊，网太差。草莓，我吃草莓，草莓，你们要吃草莓吗？嗯，好甜啊，好吃。他们模仿我吃草莓，甜甜的草莓。对，算了，不行，我要留着，我下次看，下次专门拿一期出来做直播看，这个素材既然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不能浪费了，到时候再看。我耳朵都红了，哪儿红了？没红啊！我的天哪，太好笑了吧你们！怎么真的会这种事情发生了？素材你们会整理啊？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活动才刚开始，那不急，那等到时候再弄。真的很好笑，哭得好大声，为什么为什么哭得好大声？什么呀？没事，到时候你们到时候都会社死的。鸡米花啊，油炸鸡米花。不会出警啊？为什么会出警呢？爷拿爷的高跟戳死你。高跟我最美嘛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你若爱就来，不爱抹上框。受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草，我玩了300多关了。嗯，收起你的那些小赌花花肠。那个飞天的那个裙子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太好笑了。熊海，然后是什么？
哎，后面两句是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你若爱就来，不爱莫张狂。收起你的那些小赌花花肠，甜言哄或蜜语，去哄小姑娘。对。我老看，哎，怎么卡？怎么音乐没了？我看 B 站老是看到有人，用那个这个音乐，然后玩那个高跟我最美。我的游戏退出了，我的 APP 退出了，难怪音乐没了。野狼 disco 什么？左边给你画条龙，右边画一道彩虹。谢谢 B 宝宝 B 宝 B 送的皇冠，谢谢。上厕所吗？今天开始。我要自己上厕所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小看我，宝宝巴士叫我自己上厕所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宝宝巴士叫我上厕所秘诀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，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。上厕所是对啊，谢谢 THEDROID 送的暖暖，谢谢小太阳。对啊，大人就可以在厕所，他不是老在厕所看我直播吗？他就可以在厕所唱这首歌模仿我了。我求你了，你是个花呀。对啊，以后的话，以后你自己上厕所的话，你就放着歌，然后你就不会害怕上厕所了。谢谢没心没肺快乐加倍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现在这个天气是很适合送暖暖，真的好冷，这空调有制暖吗？没有。但也没有必要，还好没有那么冷。谢谢神经刀选手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阿里嘎多，最近还有什么好笑的抖音的梗？谢谢神经刀选手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我老看见谢飞在拍一些奇奇怪怪的抖音，真的是谢飞的抖音真的奇奇怪怪，比我还土，真的中泰最土之人，鄙视他。但是最近最土的还是那一位，怎么上来着？嗯，什么喵阿里什么什么等等。我看一下我的微信，啊，没有，就是那个，啊，想不出来了，算了。哦。对，娘以及你三阿里嘎多，哒哒哒哒哒，乌九九什么美美乌九九，那个才是最近的最土的，把我土到了，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视频吗？你来了，郑楚文、徐丽飞都出现了。我不拍，我是不可能拍那个东西的，我是不可能拍那个东西的，你们放心。没有刘丹妮这个号。
是啊，这句话谢谢神经刀选手送的权杖，谢谢。我准备一会儿外卖看看有没有那个直播灯，我准备买个直播灯。这个太黑了，这房间就简直死亡灯光，太差了。电路，你好开心。我没，可是哎，你这个奥特曼头像，你刚刚还不是郑楚文吗？你怎么又变成，刘丹妮了？你不是郑楚文吗？你怎么又改名啊？奇奇怪怪。对啊，这首歌最近好洗脑啊，在抖音上也很洗脑。这首歌，唉，我到现在我还是没看懂，搞不懂，看不懂《进击的巨人》，我也很不喜欢看。是你兄弟，真的吗？他名字都没搞懂。对，但是我到现在我无法接受，无法看《进击的巨人》，因为我真的大家都知道，都明白为什么我不喜欢看巨人，因为那个巨人真的是太恶心了。我就是以前第一季看了，看了之后我就看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可能是还是接受不了巨人的形象。你们也知道，我那次在那个什么地方，在那个环球影城，我是胆小鬼，对不起。环球影城，我不是还选了后面的座位吗？结果没想到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巨大的巨人脑袋在我背后出现，我当时我整个人就啊，真的，我当时 SOS， 超恐怖。就是当时在环球影城，他那段时间是《进击的巨人》限定的舞台剧，然后。我坐在这儿，然后后面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围墙，但是一进去我不知道那后面是个什么东西，就是黑的，然后是个很高的，好像它应该不得紧那围墙，然后在围墙就很大的一个巨人头，然后你们知道它就是巨人，看就像是包了皮的人，就是它什么筋肉啊什么都在脸上，就是我很害怕那种东西。然后就是那种，所以我很害，就是就像是一个没有表面皮肤的人。然后他在后面巨大的头在那后面，我还记得当时是谁跟我说不要回头看，还是回头看来着？因为当时我好像是在边看边在发口袋房间吧，大概是。然后谁跟我说后面还有个巨人？然后我就，哎，是什么时候？我都有点不大记得那件事情了。反正我就。拍就是他们舞台剧演到哪儿的时候，我就回，就突然就灯亮了还是什么，回头看，然后一看，我的妈呀！就当时回头一看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没了，真的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没了。看一些介绍呀，不了，我恐惧人。五月北京环球影城要开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没空。忙完再说吧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不看就行了，就是害怕巨人，就单纯的害怕。我知道故事很宏大，我以前也看的，但是就是单纯的害怕巨人的这个形象而已，所以我就不看这部。真的很努力的在安利了，但是我真的恐巨人。真的恐惧人，因为形象实在是有点害怕。第一视角体验巨人的世界在哪？唉，是啊，我胆子不大，我很害怕很多东西的。你们看到胆子大，可能都是别人给我安的人设罢了。戴个巨人头盔 ，Oh my god， 救命！我不会吓到巨人，是巨人吓到我。其实不是被吓到，是我有点接受不了他的那个形象，就真的是包了皮的人一样，就会觉得很害怕，很有一点恶心。就是我很怕的，我怕鬼，我怕鬼屋，就是各种我都很害怕。我胆子其实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的，就是看情况吧。
就是看新闻，就看对哪些东西。对，而且第一季，去看剧场呀，但是他那个是限定的剧场，现在应该没了。他那个环球影城，他是每好几个月，然后就有一个限定主题的一个剧场。有一次去里面是那个美少女战士，然后有一次是那个进击的巨人。我没有偷听你的歌单啊，这是我的4FM 推荐。哼，我不萌，我一点都不萌，我只是就是很害怕罢了。不开鬼屋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开？咦，恶心心！我特想去玩美国环球影城的那个侏罗纪那个嘛，好像是那个像那个激流勇进的那个项目。冬季不开鬼屋为什么？我想玩那个，因为感觉好像他们说美国的那个好玩，但是太远了，去不了。再见。最后一下吓人吗？排队排，那边也要排队吗？真的假的？买快速啊！还有一个很想玩，就是是哪儿的那个迪士尼？有那个室内过山车，就是那个室内过山车什么的，有点想玩。上海这边的迪士尼能不能再修几个就是恐怖一点项目啊，或者像那种搞一个迪士尼 Sea， 或者说迪士尼 Mountain 也行啊，能不能搞一点成人玩的，那都是小孩玩的。估计他们那个上海也划不出来地方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修个新的园区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选址修个新园区也行啊。比如说北上广都有了嘛，比如说在深圳也修一个迪士尼的新园区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像迪士尼海洋一样多盖点房子，为什么？对，他们说奥兰多的那个迪士尼可玩了，可好玩了。之前我忘了之前是谁跟我推荐的，说奥兰多的那个迪士尼很好玩。对，广州还可以接受一个迪士尼，也可以修在深圳啊，我觉得深圳也挺好的呀。或者不行就修在四川嘛，直接迪士尼 Mountain 嘛，对吗？什么迪士尼平原也行啊。我们四川也很能接受的嘛，那修在重庆也行啊，迪士尼 Mountain 嘛。对啊，离我近就行了。你想，中国地界儿这么大，你就一个迪士尼普通的像儿童乐园的，你修一个像迪士尼海洋那种成人乐园的不香吗？修在我心里，你来吧。啊啊，好土啊。对，就是项目能够成人化一点的，就是比较刺激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，像室内过山车呀，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很好玩啊。对啊，比我还土。我都已经没有那么土了，我现在已经在告别土这个标签了。谢谢容敦尔的迷妹文仓鼠送的暖暖，谢谢。洗什么洗地啊？谢谢你的小太阳。绝对不会是，对啊，那他这个套路一猜就猜到了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故意不说而已啊。
他那个一猜太简单太老套了，就是一猜随便一猜就能猜到，你要说那种出其不意猜不到的东西，你这个一猜就猜到真的没意思。有新的吗？最近我土味细胞渐渐的少了，所以就我暂时没有什么新的作品给大家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不来。还有错别字，笑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业务能力不行啊，错别字那些就算了吧。笑死了，我今天干嘛来着？今天不是放学了吗？放学我就听到我们，就是我们这次排演不是有100多号人嘛，好多男生，然后他们说走去上网啊，然后听得我就特别的心动，我也想去上网，我好想上网啊。后来还是没有。对啊，我混血啊，我混哪儿？我重庆混四川。意大利混中国，我的意中人啊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就很意想不到啊，你们没觉得吗？这个真的不错，这个真的不错。这个房间不是土味房间的。中国心上人，好家伙，谢谢200点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，你们都是，你们已经出世了，你们都比我土了，已经出世了，恭喜大家，大家以后也是可以独当，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了。嗯，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对象，然后就能把这些话都说给他听好吗？我没有不土。Oh my god， 我是九，你是三，我除了你还是你，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厉害呀，这个有点厉害了呀，这万一要是他数学不好怎么办呢？但是那个人数学不好怎么办呢？他要是没 get 到怎么办呢？像我们这种数学很好的就 get 到。意中人这个刚已经说过了啊，意中人这个刚已经说了，人家还举一反三，已经心上人也说了，新西兰。这首歌谁唱的？哪一首？谢谢石头武一郎老婆送的。暖暖，谢谢。是这个日文名不知道怎么说，当山什么，谢谢小太阳。我是西甲张。好，这种音乐就很典型的 J-pop。 好好好玩啊，别吃，反正你这个5毛和5毛也很土了，已经很过时了，很老土了，这个很早以前就出现了。我现在在哪？你要开始了。我有四个字的名字吗？我没有。我有，我有四个字的名字，我真有，我以前有，加上我的字我就是四个字了。刘丽飞子不是，我有一个字，字字玄德。我叫啥四个字？我叫刘叉叉叉。我以前，你叫刘伯特，我叫刘叉叉叉。流金岁月，流星花园，流的就行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们叫我五字，留得青山在。哇，好古老的歌，甚至还卡了。
你们叫我刘德青山仔。笛很响了，卡了，放这首歌它就卡了。北野内内，慕容迪迪，浮屠屠屠，还有什么名字吗？上官里，百里围墙，白马文仓，端木小汤。是啊，那管子无语了。司马阳狗，女娲太极，欧侯乐展乐白，渡边 KK， 花开富贵，木村飞船，上官大人。你这是什么奇怪名字？卡了，完全卡住了，他都缓存不出来了。是粤语版哎，刘芳谦。惊了，竟然是粤语版的，但是他又卡住了，奇怪。开题报告干什么？ Welcome song。 我不是非主流，现在没想好名字，为什么？毕业论文，加油加油！已经毕了业的人，就是只能在这儿给你加加油，其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儿。我要往后探探。来来，阿里嘎多。你的美偷走了我的心，这个就有点高级了，有点看不懂了啊，这个实在是高级了。赚好多钱吗你？那是五个字了。哦，拖拉机上三就算了吧。这有点土到我了。然后化学，哎，这个地方光线还不错哎，我这样子躺着的话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不要土了。我们现在要走潮流的风，我们要让自己高扬一点，感觉让自己看起来洋气一点，就是先告别一下土味吧。被你赞过的朋友圈叫甜甜圈，咦？氧化还原反应，镁元素置换了新元素，高级。我没有买多少眼罩啊，就买了一盒，其实还有四片，我就用了一片。我买了之后，就那一天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这个房间它那个窗帘遮光性一般嘛，然后我就买了个眼罩，结果发现我在有光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睡着，然后就没怎么戴过。I like you。住得还行吧，还行还行。给大家看我的发发，开的还蛮好的，都是不是很漂亮？漂亮吧？不知道什么花，就随意买的，就是我在那个花店随意买的，因为很漂亮，我就买回来了。大概是玫瑰吧。下一个话题，我们聊点其他的，聊点什么呢？哦，这两天上课真的是把我上累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累，我刚踏上海口这个土地，这片土地我就开始累了。我有点想吃土豆，我想吃狼牙土豆，吃锅巴土豆，我好饿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说本来不饿的，说到土豆我就饿了。嘘，海口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兄弟们，我一周三斤还没达成目标呢，你们可放过我吧，一周三斤啊，要是没瘦下去就50块钱100块钱出去了呀。
2000，没那么夸张。赌注是50块钱。年轻人嘛，新陈代谢好，我老年人新陈代谢跟不上了。谁说的我用来发电？谁说的？没有，是50块钱，你们是被谁骗了吗？谁在那乱说？不知道已经开始算了没？忘了，熬夜熬到瘦8公斤，为什么我熬夜不会瘦而反而会胖，你们熬夜就会瘦啊？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，有点夸张了，放过我吧。一周3斤不是3公斤哎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熬夜就胖啊？你们熬夜就瘦？乱讲，熬夜肯定会长胖。我也没怎么吃宵夜了，我现在瘦了12斤，我的天，那我也想过劳肥，好吧，我肯定就是过劳肥。我现在是绝对达不到我进团前的身高体重的，我进团前体重真的是有把我自己震惊到，说出来你们都相信我那个时候瘦成那个样子的体重。我进团后最轻的时候是89斤，你们敢信吗？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就刚进团刚来广州那会儿，有一次我感冒生病了，然后我就瘦了，长高了。嗯，还是要瘦比较好看，上镜要好看啊。你做这一行的就要上镜啊，现在不能说，现在我是不好意思说，说了我觉得我就是我就太差了。谢谢公主腾腾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公主腾腾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？他为什么叫公主腾腾啊？谢谢上官大儿送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幺蛾子。1厘米要长3斤骨头，真的假的？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改个新名字？谢谢浮屠土土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你们都改了名字了吗？谢谢。一边抄作业看，怎么抄作业啊？太坏了！谢谢木村飞船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小朋友少抄点作业，尽量自己写好吗？抄作业有什么用啊？能练字吗？你的字好看的话当我没说。自己写作业不香吗？谢谢南宫呆呆送的暖暖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小太阳，谢谢蜡笔小新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文化底蕴，只有什么有文化底蕴？我被挡住了，我弹幕看不清。只有你的名字有文化底蕴。谢谢白马文仓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还有什么有趣的复姓啊 ？It's beautiful learning. 我看一下，谢谢。
谢谢司徒领导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我来找找。好听啊，但是你这个不是复兴吧？谢谢慕容弟弟送的暖暖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看一下，我记得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复兴可酷了，你也是，对，你是你复女性超级名拉姆，谢谢暴躁月吧。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还暴躁，女性暴躁吗？我想想我当时看的是哪个，鲜鱼还是什么，哎，有阿里，但是它是二字形，挺多的，你们去搜复兴的百度百科，然后你们会发现里面好多啊，纯鱼，鲜鱼纯，谢谢，早搜过了，你们厉害。我记得之前是看哪个，我忘了是哪个电视剧还是什么的。还有叫二胡的，原来如此。上官瑞，谢谢东方小萧，是萧吧？还是什么送的暖暖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拓跋，谢谢迪丽热巴迪丽姆拉提，谢谢迪丽热巴迪丽姆拉提送的气球小熊，谢谢，这不是他的全名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被你们听到了。被你们听到了，我念错人家名字了。我真的现在好嘴瓢啊，我真的，我哭了，太嘴瓢了，明天要摘藤飞鸟。笑死了。我没有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，谢谢文人一穷，哇，文人这个姓好啊，谢谢文人一穷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，这个姓好啊，这个姓有点牛，文人，这什么歌我好像听过，哦，这首一笑玄命，对啊，我的普通话真的好烂，怎么会这样，就很容易嘴瓢现在。哈利呀，你有发言权，来说出你的故事让我笑笑呢。我要给自己取一个，我叫完颜，完颜腾，完颜腾，对啊，我四川话也差，普通话也差，我现在我吐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存复姓只有81个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让它再恢复成以前的样子。谢谢小飞烫烫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小太阳。以后就是如果你有孩儿了，你有小孩了，你能让他不跟你姓也不跟爸爸姓吗？可以吗？就是让他随便，就是你自己随便取一个名字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、就是我只是说假如你有个小孩了，就我觉得我的姓也不好听，就你觉得你的姓也不好听，你对象姓也不好听，你就要你就单独给他创一个姓出来，好像不可以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会叫普林塞斯？好啊，那我有点期待你以后的小孩了，到时候你有小孩了，你上户口了，你艾特我一下，让我看看呢。你喜欢姓胡的，那你要以后要给你的孩儿叫小什么？胡一统。你也姓刘啊？你真的吗？你也姓刘吗？你叫刘什么呀？
是吗？我忘了，我已经给好多人实名了。完蛋了，无情，没有，不行，对不起，下次再给你实名吧。就当我无情吧。当初喊了你十几声名字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在放圣诞，你在看，他在看蜡笔小新。Come back, baby。不知道，他天天在看，他每天乐趣就是看蜡笔小新。寂寞空空，心疼自己，抱住自己，抱住瘦瘦的自己。绿色 CP 是什么？你们家不是买了新的电视机吗？满满。我不看，我不看这种幼稚小孩才看的东西。像我一般都是看，会看一些电视剧什么的。我现在都已经不看动漫了，我已经脱离二次元的世界了，我已经不看动漫了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人是谁，我都不知道，又不看。谢谢小飞婉婉送的暖暖，谢谢你的暖暖小太阳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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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我的音乐怎么又没了？怎么又没了？哦，它卡住了。这个网络啊，真的是。愁死了。那是的，我已经不是曾经的二次元了，我现在已经在自己三次元的广袤天空下唱肆意遨游了。啊，是谁说有小裙子就是二次元？你是不是对二次元还有我们洛丽塔的这个风格范围有误解？洛丽塔它也不算是二次元吧？啊这啊这，怎么会有人这样子以为呀？我没有好好说话吗？我一直在好好说话，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呀？我们三次元说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呀，不不。哪有台湾腔？就是我们说话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都这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我手上的颜色，因为我脸上打了粉呀。我要是脸上的颜色跟我手上的颜色一样的话，那我粉不就是白打了吗？我的粉底液不就白用了吗？奇奇怪怪，哼，你们真的是很奇怪的人。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？我说的就是很有道理的事情啊。
你的粉，你的脸上跟你手上要是同一个颜色，那你粉底液买来用干什么用啊？那你不如不买粉底液，你就直接素颜上出现就行了呀。我点个人模仿我这一段吗？那就那个寂寞 CC 吧。就是对于我忘记你的实名的补偿，就是让你来模仿我的这一段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我没有在坑你呀，我觉得就是对你的补偿啊，这是补偿呀。你们难道不觉得吗？同意的我扣一，同意我说的话的朋友扣一。你看，大家都是这么想的，这就代表了大众的想法和看法。你觉得大家同意他转让吗？同意扣一，不同意扣二。你看，大家都对你众望所归。有非常大的，大家都对你有非常大的期望，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完成，不要让大家失望哦。这都是广大粉丝对你非常大的期望，其实没有我的事的，这都是他们说的，他们对你的期望的，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的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，都是他们说的哦。所有意见就是他们说的，我不会害怕的，放心，跟菲菲没有关系。对啊，是吗？那希望你可以把我模仿的好一点，就是希望能模仿到一些精髓。希望你的布布可以有视频哦，或者图片哦。现在是第几个哈欠？第四个啦！哎呀，这是我第四个。有人数啊，刚刚就有人在数我的哈欠啊。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眼睛看不到的就不算，除非是我看到的东西。我没有在看电视了啦，不是我在看，不是我在看电视。我好想放音乐，但这网络一下又变得好差，一点音乐都不给我放，我无语了。我都不懂到底为什么这个 WiFi 这样子对我。哎，有了。我没有在欺负人，是你们在欺负他。这才对的呀。好了，就是你们在我心里，我当然看不到你们了。我除非要把我的心挖出来，然后再剖开，然后才能看得到你们。我都看不到我的心，我怎么能看得到你们呢？就是按照科学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的。就是我们要崇尚科学，相信科学。
不是啊，我直播是用的我的4G 5G， 放音乐是用的 WiFi。大家把相信科学打在公屏上。四八九九有啊，有这首歌，歌单又没有换。怎么还打有引号的相信科学？鲁班七号相信科学，我不知道。你们怎么知道？我都不知道。哼，换个话题。哦，我前两天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，在上海吃到的。叫素鲍鱼，真的好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好爱吃，我现在还想吃。卡在我房间，你退出去再重新进一下。长什么样？是白白的，像豆腐一样的，像豆腐，然后口感很像鲍鱼。不是越来越喜欢吃鲍鱼，对，是那种豆制品的那种素鲍鱼，真的很好吃。开到9:30就关直播了哟，卡就卡在这儿吧，咱们相聚一场也是缘分，能够相聚在这个普通的直播间里，能够跟大家在这里见面，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了。我不知道哪家店是之前我们拍在上海那天拍摄，然后在他们点外卖点的那个素鲍鱼，可好吃了。换歌，第六个了，这是第六个。哎呦卡，说第五个的肯定是刚刚卡了，没看到我打的那个哈欠。凑到十个没必要吧？你当时凑用来发电吗？凑到十个，凑到十个解锁什么吗？凑到十个解锁。解锁指定某一个人模仿我打哈欠在超话里吧，就你了吧，麻辣烫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假打我都会把那十个打完的，你放心。这个是真打，这是真打。赚了赚了，真好，有爱就可以。是的，没错。这首歌好听，很适合给大家分享给大家。这首歌歌名叫 Smile， 大家一定要随时保持微笑，微笑哦。Smile 不是 Smile。示威啦，但是就是微笑。谢谢玩具小童，他怎么也你怎么也改四个字了？谢谢玩具小童的皇冠，谢谢戴上，谢谢谢谢。怎么他你也改四个字了？来迟了。大家都要开心啊，为什么不给？笑不出来没关系，你就看我笑吧。看我笑你心里也会甜甜的吧，被自己恶心到。
你不会被我恶心到吧？嗯，没关系，不用脸上笑，你的心里开心就好了呀，不必脸上笑。你没有被传，不有传染到打哈欠吗？哦，好，又是好可爱的歌，他今晚都给我推荐好多好可爱的歌。你们平时听歌听到这种类型的歌会自己会觉得很开心很轻松吗？很好奇，反正我是会有一点点轻松的。为什么会立刻切歌啊？这种歌不好听吗？因为不是你的 style 吗？ OK，真不是装的，刚才那个真是不是装的，可能是真的，就是现在说就是这个点就是直播了有一会儿时间的，有一点困了。你的日推不会出现，我的日推经常会出现这种歌。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4FM调整到就是他不会给我推荐任何日本歌，后来我又开始听日本歌之后他又开始给我推荐了。我憋了一个回去，现在。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偶尔会给我推荐歌曲，哎，我不想听这首歌，赶紧换歌，不想听。PTSD 了，对这首歌。因为对这首歌 PTSD 了，这首歌是我来海口的时候，我们跳舞学的第一首歌，就当时用这首歌。那个时候就是只是先开始集中培训嘛，然后这首歌是第一首歌。你看我眼泪都打出来了，是真的眼，是真的瞌睡。恭喜。啊、哦，放出来了，这加载音乐加载半天，无语了。不，我说的直播到9点半就直播到9点半了，我没有装，我也一把子期待了。啊、哦，这首歌是粤语的。最近我的日推也会给我推荐一些日语粤语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很看得起我的粤语吧，所以就开始给我推荐粤语歌了。还有什么想看的模仿啊？不知道，模仿我干嘛呢？我还有什么东西要模仿呢？那是你们的课题啊，要你们想啊，我就不想了，你们加油。我都先期待了，真的，你们这个策划真的好有意思，我一会儿一定会多给大家提供一些素材的，加油。我准备关直播啦，大家晚安，早点睡。我今天又随便画了一点点妆，不错吧。晚安啦，你们也早点睡，我一会儿翻翻牌翻牌什么的，你们睡吧，我就先玩玩去了，晚安。